金门是伫我军大陆东南沿海的九龙港口，甲福建厦门只隔一撮海。伊继承着古代晋朝的音乐血缘，来到这地的人，有的是为着渡海避战乱来这开垦的。有的是为着传授礼教，或者是为着复兴大业。经过1600多年来战乱以及人文荟萃，造成了这片土地当今的丰富景象。金门传统的砖头的形成，是以实际生活需要为原则。早期的移民拢是以水源充足、会当避风防寒这因素作为选择居住的基本条件。面体兴建大部分是同一个方向，并且是起伫个整个凹圆的基底里，而造成了特殊的一种建筑的布局。而面体分布更加是中华伦理的典型。金门的自然砖头拢是高级式，砖砖的中心是伫个大钟总署，角角头的中心是小钟总署，分得真正清楚。新一族借着宗族的力量，团结族人，并且团队来搞。都市砖头经常拢是住伫港口码头，商业真正闹热的城镇。或者是早期因为军事防务需要而设立的据点。各市借着共同祭拜的经庙，结合做一个生活共同体。
对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的30年代这段时间，金武大批青壮人口经过厦门转去南洋或者日本这些所在去做事业，因将赚来钱寄回来故乡，改善厝内生活，也促进了侨乡的欢迎。亲像修建学堂、宗祠，或者整建故居、公业门楣，部分的建筑物采用凡仔楼的形式，融合本地传统建筑风格，成做今仔日金门特殊的文化风貌。民国38年，国共对立，共军进入古岭头一带。国军奋战，真紧打退共军。这场古岭头大战决定了海峡两岸对立的局面。民国47年8月23日，共军炮击又对金门发动猛烈攻击，这就是真正中外的八二三炮战。离以后20年间。继续进行的单日炮、双日停炮，炮弹将军炮了几百万发，让金门长期拢是备战的状态，而打着一定神秘的面色。这些战役将金门造成了一个战地所在，以战备设施，即阵成做金门战役纪念的代表。经过长期的军事管制，让金门的自然生态有一个复活的机会。民国39年后，军民合力起来种树绿化，更加让金门由寸草不生的所在变成做海上公园。因为海岸关系，保留了海岸特殊的地质景观，由海边的生物丰富的多样。Thank you.
另外，为着要吐鼻水源所恶的水鼻啊、水库，组织了鸟类休困的天堂，和鸟类吃做金门自然资源的最大特色。金门国家公园，这个结合人文、建筑、史迹以及自然生态保育为宗旨的国家公园，保存了闽南文化、侨乡文化、战地文化这些不同时代的特质，将它结合在同一个空间中，并且维护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。在新外文化面貌以及丰富的生态体系，除了让金门感觉真正特别，甲予人怀念以外，也予历史的记忆甲生命尊重，会当交融延续。